来哦，请问一下，海水缸这个东西需不需要除掉？你这里面这不知道是不是什么藻的呀？长毛藻呀，这一缸后来大概要把它重启了哦。我是觉得差不多了，那你们觉得呢？我这个长长的这个到底要不要弄掉？长的这个毛藻，或许刚开始水水的，但是不晓得要不要把它拿掉。给个建议吧，但你想讲要来换水了。